死灰，没想到自己当了俘虏。这叫偷鸡不成反是一把米。你见过鸡吗？鸡长什么样？这句话我是听奶奶说的，我哪见过鸡呀、鸡大概长得像黑鱼那样吧，反正它会嗷的一口把你吞下去。你坏、啊、忘了咱们的大功臣了。打了架似的，快一点，别瞎耽误功夫。他实在是走不动了，阿库，来帮帮忙吧。什么走不动？他就是为了跟小美美挨着，自己走，快点。哎呦，我一点劲儿也没有了。小美美，你也累了吗？歇会儿吧。哎呀，不好，你救兵不停该地，快跑啊！小妹妹拽着我的壳、你说她是不是装蒜？滚！求求各位，让我们哥俩在这歇个一天半天再走，养养伤。你们俩是一对骗子，骗我们给你们当替死鬼，既要逃还出卖我们，真不是东西，马上滚！对手，这就滚！快滚！快滚！马上滚！你君子报仇，十年不晚！射死他！骂我是装蒜，要不是我在生死关头英勇奋战，你们都得被水蝎子折成大头娃娃鱼。小妹妹，我好后悔呀、我就该只救你一个人。小妹妹，你在哪儿啊？瞧瞧，双面龟又装蒜了，走，逗逗他。接着泡泡。双面龟，别装了，睁开眼睛，给我，瞧我的。急什么？他装蒜，你们自己看看。他真的不行了。不至于吧？双面龟，你睁开眼睛啊！别人欺负你弱小无能，却忘了在关键时刻是你挺身而出。你累成这样，又有谁可怜你呢？双面龟，我对不起你。这没想到会是这样。谁你都该打，哎呦，谁
三番的让那几个小叛贼从大王我的鼻子底下逃走，留你们还有什么用？大王，大王，大王，千万留下走狗命一条，身前身后许多年，不念功劳有苦劳啊！大王养养我心焦，大王又那么睡不着，留下我，只能给你自己留个痒痒挠吧。我有一身臭皮囊，愿给大王做个大挡风墙。大王要是杀了我，刀山火海谁去闯啊？大王啊，我死之后谁来服侍您呢？大王啊，我死之后谁来监视大龙虾？你！哎，求大王让我监视你，就是让你活呀！你死了，我监视谁去啊？啊！对对对，大王就让老肥继续监视我吧。娶了这个笨蛋，我哪还有亲戚呢？那就赶紧想出活捉泡泡的高招，将功折罪，戴罪立功。谢大王龙恩。少废话，快想活捉泡泡的高招。是，想高招，我想高招，我想高招，我想高招，想高招。说什么招？他们俩倒挺美，咱们游着，他们坐着；咱们累着，他们歇着。什么事儿呢？这羊皮地图可真有点神，像老师那样还有奖有罚的。喂，快过来！快点过来，康诺！哎，瞎咋呼什么呀？有什么好看？哎，咱们俩也装死，看他们怎么办。嗯。你看他们怎么了？不好，他们也累了，快啊，泡泡阿库啊，你怎么见死不救呢？快给我变回小木船去救他们。快啊，小美美，快去救阿库。可是我游不了那么远。我来驮你。啊，谁吹的口哨啊？泡泡真是太累了，咱们不应该自己坐船。快抓住阿库的尾巴，我驮他。阿库，你在哪儿啊？他在使用浑身术骗咱们呢。在这儿呢。怎么是泡泡啊？阿库，我驮你去山坡上歇着。哎呦，怎么这么沉呢？哎呦，你怎么了？阿库太沉了，压得我喘不上气了。可你背上什么都没有。你们在捉弄人！哼，咱们走。我还得谢谢他们呢，他们越使坏，小妹妹对我就越好。你在嘟囔什么呢？他们在耍你呢。走，去看看什么奇迹。他们又在骗人。快来，去看看吧。要去你自己去，我才不上当呢。我自己去那还有什么意思？朝那边走，瞧多好看的夕阳啊。要是咱俩永远在这里那该多好啊。咱们俩永远在这里？对呀，不好吗？不，我要跟泡泡去找真龙，只要赖皮蛇得逞，我就不能痛痛快快的唱歌，就不能成为真正的歌星。哎，和志向远大的人在一起真累。你不想找到真龙吗？当然想。你小妹妹上刀山我就上，你小妹妹下火海我就下。那就跟我走吧。去哪儿啊？去找泡泡他们呀。怎么这会儿你不怕上当了？快走吧，别啰嗦了。跟他在一起好是好，可总得付出代价。泡泡和阿库呢？泡泡阿库找不着他们才好。快帮我喊呐。泡泡阿库泡泡别找了，他们把咱俩甩了。更好，你听什么听？他们早就哎呀，怎么了？别害怕，我来了。天哪！哎呦！天哪！这是
是什么地方？是天堂，我曾经在这里住过。什么？你在这里住过？哦，是在梦里。你知道女生最讨厌什么吗？什么？吹牛皮。小妹妹，泡泡和阿库肯定在里面享福呢。瞧，他们在那儿呢。走吧，怕什么呀，他们都快上去了。对呀，我们干嘛不看看这张羊皮地图？什么意思？这两片林没有作用了。不好，这张羊皮地图不让我们走进城堡，应该去相反的方向。哇，可这城堡太美了。是呀，这太美了。我要是能在这里表演魔术，那真是天下第一。里边好玩的东西一定很多。走，游上去。好，看咱们俩谁先上去。小美美，你们终于来了。你们有船可真方便呢，一下子就登上了半个城堡。快上船离开这里。离开这里？你傻呀。马上离开。干嘛要离开？你没看见这是多美的地方？可羊皮地图是让我们向那边走。你看，这么神奇的城堡，如果不进去一辈子都会后悔的。可你是领着我们去找真龙，不是去旅游啊。你看看这闪亮的云雾指向哪儿，是赖皮蛇的龙宫，咱们能去吗？他指的是方向，不是地点。谁让你去找赖皮蛇了？再说他也没有指向这座城堡啊。这么漂亮的城堡，说不定就是真正的龙宫，说不定真龙就在里面呢。走吧，别犹豫了。阿库，你最爱强词夺理了，什么龙宫什么真龙，你就是为了好玩。好玩有什么不好啊？你说呀。其实你比谁都喜欢好玩的东西，要不怎么大家都叫你交际包臭美妞呢？你别瞎扯了，我是为了找真龙。你是嫉妒我们发现了这么好的地方？胡说，我没有。停，小美美，我保证进去走一圈马上就出来，一刻都不停留，行了吧？走。站住，你们自己瞧瞧，闪亮的云雾没有了，什么方向也不指了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警告你们不能进去。泡泡，走吧，进去就出来，看看怕什么？男子汉大丈夫，做事要果断，别婆婆妈妈的。别忘了金蝉乐园的教训。金蝉乐园怎么了？要是不去金蝉乐园，还得不到第二只鳞片呢。走。那就分手，我们自己去找真龙。别，你要是不愿意进去，就等我们一会儿，一小会儿。各走各的路更好。好什么好？要不是为了小妹妹，我也很想进去看看呢。他越迷人，我就越想起金蝉乐园的遭遇。但愿泡泡他们别遇上坏人。下牙，你不会害怕的，对吗？当然，就是浑身有点疼吧。谁？你在哪儿？别害怕，大家已经恭候你们多时了，欢迎贵宾光临，走运。绝不是坏人待的地方，金蝉老兄，你好啊。
三爪金蝉，你怎么了？你哭了，为什么？你怎么了？好了，你可以走了。两位贵宾，请跟我来。走。哇，太漂亮了！我做梦都想不到这里这么好看。嗯，三爪金蝉哪儿去了？怎么一眨眼就不见了呢？三爪金蝉，你从哪儿蹦出来的？快，你们快走！快走！干嘛？你要吃我？到底要干什么？快走！不好，他是在警告咱们快走。左面的是鼎鼎大名的魔术大师阿库先生。天才，这就是魔术天才。为了表彰阿库先生精彩绝伦的魔幻艺术，我们决定授予他特级魔术大师勋章。诸位，让我们更加隆重地介绍右面这位尊贵的客人，小鲤鱼泡泡，我们当代最伟大的小英雄。小鲤鱼泡泡是咱们真龙国王最信任、最钟爱的人，让我们为他欢呼。真龙，他在哪儿？我们尊敬的真龙国王一直期待着和你会面。太好了，我想马上见到真龙。会的，会的，所有的愿望都会实现的，亲爱的孩子。诸位，这就是泡泡的英雄本色，他是那样的热情，就像红宝石一样，他是那样的纯洁。给大家展示一下。为了表彰小鲤鱼泡泡的丰功伟绩，我们为他特制了橄榄枝桂冠。顺便说明一下，这是我们尊敬的真龙国王亲手为他设计的。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个激动人心的夜晚。我们尊敬的真龙国王特为两位尊贵的客人摆下最盛大的宴席。我亲爱的孩子们，请入席。请。请。孩子们，不要客气，请随意。